早餐，胶原蛋白来煮了一碗面条。嗯，本来要煮个溏心蛋的，它还是破了，煮了个辣的面条。嗯，老鲜了，还有那么一丢丢咸。哇，这个蛋真的嫩哦，好嫩。这是那种泡的那个面条，就是那种泡的那个荞麦面，它这个荞麦面就明显一煮就超软超软的那种。煮出来就跟卡夫林那个不一样哎，它不是那种筋道的面条，它是那种特别软烂的面条，就有点像是，就感觉这个面再煮一会儿就可以变成烂糊面了。就应该是泡它才行，煮所以就很烂糊，这个就比较适合那种宿舍不能煮面的姐妹们，这个绝对一泡就烂，因为它下锅煮就感觉有点糊，不那么筋道。